那么今天呢，还是希望能够打破一些常规啊，先把重量级的嘉宾请出来，请大家认识一下来自美国的著名脱口秀演员艾杰西。欢迎艾杰西。We can speak in the language and they're looking at you like, yeah, that's just so cool. Yeah, they just said they're it's like part confusion, part interest, you know, especially here in the States and in Canada. There's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that live here and then they never hear anything funny in their own language. Right. No one's told you a joke in Chinese in a long time. Like, you know, people are really into it, so.Hated the feeling that, oh, yeah. That's what you said. Yeah. All right, it's been good.北山哥，北，你怎么选了蛤蟆谷这个段子？蛤蟆谷呢？这是过去和丁广强老师合作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段子。嗯，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庄子秋水呢，他也是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成语典故，嗯，井底蛙也是来自这里。我觉得这故事特别适合你，这适合我，因为你是井底蛙嘛。哎呦，我你怎么这我成井底蛙了？丁老师现在不在了。但是一直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经典的传统段子，说的人还是挺少。近两年在想，疫情期间呢没有搭档，我能不能用视频的方式，我把自己拍好的一部分和现场演出来结合，我跟自己说，哦，你跟自己搭。但是呢，知道杰西这次呢能够来到多伦多，我就想到其实有活人。哎呀，有活人，这是我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活着。对，活着。对。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还活着。Yeah, 我在洛杉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和谁搭，就没有活人呢，没有活人那这不行。等一会儿这个没有解释对了。对，现在经过了排练你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百年才有的一种艺术品啊，我们给撞上了啊，真的没见过这么高的艺术。那是高级艺术。那我们切到高级的艺术。我呀所以我来到了演出的现场，然后有另一个演员给我送了一个礼物。你怎么开始说中文脱口秀？我其实刚做没多长时间，我最早是讲英文脱口秀，然后看到多伦多有这些机会，我就开始讲中文。今天呢是 Jesse 开场以后第一个专业演员就是他了。专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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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大，压力大。马上要开始演，你有什么心里想说的话吗？已经没救了，没办法，没办法，对，不演了，失败是已经成定局了。对，定局了，没办法，没办法。所以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已经失败的心理的状态，绝望的状态，绝望的状态，这就是专业演员的水平。但是这个是我们，这是说高级的人，他们心中的失败是别人的成功。哇哇，那大山，大家都知道大山的很出名，但是对我这一代的人，其实你比出名还出名。对，因为对于我这一代的学着看鱼的那些外国人来说，你真的是我们的偶像。哦，这可以多说说啊，失职成了偶像啊，可以说说我是你的偶像。因为对于这个，我也没有什么中文的背景，我看他能说中文，能说的这么好。我在说话，那个他们说的这么好，我肯定是能说的。给我很多自信。这是在夸我吗？谢谢，掌声鼓励，给我失职，掌声鼓励，好不好？好。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然后现在回到美国，然后美国是你们南方的一个国家，你们应该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地理怎么样，就是美国人地理也没那么好啊。
但是我在那边就是回来，其实不是故意回来的。我也刚大山也说过，我刚在录那个《欢乐喜剧人》的同时，他们有一个9天的假期，然后我非常累，但我想到的是 ，OK， 9天我还得回去，我带了一个行李箱回去。然后我在空中的时候，武汉封城了，所有的机票都取消了，外国人的签证取消了，我落地就发现我回不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着急，那2020年的一整年我都特别着急申请那个签证。但你们都知道那个签证特别难申请，我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我拿了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在中国的签证处工作，然后我跟他们打了一个微信的电话，我说我知道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但是你能告诉我什么样的外国人现在能进中国？然后他说这个国家拍了一个单子，哪个外国人做的岗位从对国家的贡献高到对国家的贡献低，你做什么工作？我是脱口秀演员。沉默。你还做别的吗？我也拍抖音啊！要感谢大家来今天的脱口秀的工作坊。脱口秀的工作坊，我觉得主要的作用是有在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作用，就是因为有人会听你的脱口秀，你可能会更给你那个什么编写的力量。就如果永远没有什么试段子的机会，你可能只有开放麦。还有人，还有那个这个写好的稿子的那个什么成熟的作品要上课，我觉得可以要上。然后还有一些陌生人对我晚上开车戴墨镜这个事情很好奇，就比如警察，他们会把我停拦下来跟我说 ，Sir, why are you wearing sunglasses？ 当时我第一次来加拿大，英文又不太好，我也不知道夜盲症英文怎么说，我就跟他说 ，Because I can't see 。我先不说文字的方面，我们先调一下表演。刚才那个警察和您那个对话，我们想一想，一个跟警察的对话可能有什么样的姿势？我们先分析一下。对，我们这个警察可能是这么站着。警察是站着，我应该是坐着。Yeah，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问呀。哦 ，Sir， you wearing sunglasses？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然后你就叫我。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人家悄悄我说，对，要说，别跟他要说。Sir, why are you wearing sunglasses？ 当时我也不知道英文，我当时也不知道夜盲症英文怎么说啊，我就跟他说 ，Because I can't see。Yeah, that works, right？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第二次你讲的时候，你就。这个细节你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个是很难在家编写的时候，我先会敲门，然后我先敲窗户，然后我窗户会下来，然后这个都很难做，但是你开始入戏的时候，你就自然就是为了表达会发明一些东西了，然后这个都不用给自己压力，第一次讲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个东西是讲多了以后你会对词儿越来越熟悉，你对这个段子越来越有自信了，后来有机会加的一些小细节都会自然发生了，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做的挺好，不错。就是脱口秀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失败的失败的压力放得越低越好，因为所有的段子都会有一些失败，如果我编10个新段子有3个成功的，那我就开心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知道我近期更新的不多，但是我以后也会尽量试图多做一些像这样的 vlog， 就是也什么粗糙一点也无所谓至少能分享，因为我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说脱口秀，一直在努力发展这边美国的脱口秀的圈子去各地什么旧金山纽约都办过一些活动，未来我也会多分享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回到中国的计划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还是比较有希望到那个明年春节后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不过这个都在我的控制之外所以希望大家都会继续说脱口秀，继续学脱口秀，继续笑然后继续期待我能给你们回到这个国内给你们做真正的演出非常期待，我是杰西，我们下次见。